该说红姐，该说红姐。哎，你看，俺那些干豆就直接切了哟。就种切了，别的了。你说，你说，你这些该说。白梦，白梦了。你要白干呢？切，就切，俺那些直接切嘞。过了半道了，人家就直接切了。该说红姐，别闹哎，不干。唔报恩，这家行嘞。好呢，别有呢，就呢，别有呢，莫呢，好了，哥就记下就呢。去了，别记，我带了，接了肉不露那是的。一通工给露出来，肉不露了的。牛腰骨，牛腰，能露骨能露。一路人不也不熟呢。好都做个刀了，整做个刀啊！都那都门刀人接了啦，都那要骨头啊，骨头弄啊，腰骨啊，能摆刀来人接了，接了咯，你不打骨头你晒天，点咯，别的刀有么好，别的刀好用了呢，哦，没打下。哎呀，干嘛那恁接了？哟，贝贝。嗯，来的。这大冷鹅。哎妈，一边来点这吃呢，哎。这不忙啦，骨头开了大汗。忙就要看着咱妈，咱妈。太多钱，还是多养。嗯。老铁，有点忙，那做忙。那忙那啥也没得事。嗯。到我。别老那个白带咯，别那忙那事咯。最后，最低都涨，白毛，是呢，白毛那是呢。那那个啥啥白布白毡去哦。哦，哦，都早知得啥的。啥的哦，老弟叫人家是，妹妹来过来，嗯，过来，还有啊。